在南港路三段与东兴街口巡逻时，发现一辆公车在路上抛锚，造成交通阻塞大乱。原警除了立刻呼叫警力支援，更与现场热心的机车骑士以人力方式一起将公车推离，迅速排除现场拥塞的状况。将公车推离百余公尺外，以为交通顺畅。本分局呼吁民众驾驶车辆上路前，应做好车辆保养与检查。原警在巡逻过程发现突发状况，迅速反应解决问题，避免造成交通阻塞、用路人不便的严重情形。南港分局也呼吁，若用路人遇到各种交通问题无法及时排除，可以拨打110请求警方协助，尽快恢复道路顺畅。记者陈华成报道。